我哋呢啲啱啱起步嘅公司咧，資源會比較緊張啦，好難話專登請一個人翻嚟去整電腦嘅。曾經試過因為安裝唔到嘅軟件咧，而搞咗成大半日添。之前出去見客嘅時候，都會攞住一啲平板電腦啦。咁但係其實都幾唔方便，因為有啲嘢想改嘅時候，都要電郵翻俾公司同事，改完又再 send 翻過嚟。咁做嘢就好似冇乜效率咁樣樣。雖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軟件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，但係冇人教咧，真係未必適用。我哋公司有幾十人啦，都算有少少規模，所以喺 IT 上邊嘅需要咧都幾繁複。但係我哋又冇 IT 嘅專才啦，咁好多時候要聯絡唔同嘅 vendor， 又收到唔同嘅帳單，其實都好複雜。以上嘅經歷，相信好多中小企都曾經遇過㗎啦。嗱，其實呢啲問題可以好輕鬆就解決到，唔信睇下呢三間公司嘅近況啦。而家我哋唔使坐喺電腦前面，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都可以編輯文件，甚至乎更改圖表。完成之後可以 upload 上雲端 share 俾其他同事，做嘢有效率咗好多，而且有入門工作坊教我哋點樣用呢啲功能添。而家我哋所有嘅服務都 show 曬喺一張帳單上邊，所以咧管理嗰個 IT 嘅帳目咧非常之一目了然嘅。而且我哋只係需要聯絡一個 vendor 就可以幫我哋解決曬所有 IT 問題，咁所以我又可以專注翻喺我自己嘅業務同埋發展。而家我哋每個月俾少少錢就可以用到個軟件，唔單止有專人可以幫我哋免費安裝，更加有一條熱線可以解決我哋 IT 上嘅疑問添。呢啲工作我哋唔使再花錢請人做，慳到嘅錢我哋仲可以放翻喺宣傳同埋推廣方面，令到我哋公司發展得更加快添。以上三間公司嘅轉變都係因為佢哋用咗呢個服務。HKT Office 365商業雲端方案是結合了 HKT 的雲端儲存和 Microsoft 的 Office 365兩大王牌服務，加上 HKT 完善的安裝兼售後支援服務所推出的一站式方案，客戶可以隨時隨地地用電腦、手機或者平板電腦編輯文件，再讓你即時將文件上載去 HKT 雲端儲存同埋分享俾其他同事，申請完之後係完全唔使煩嘅。嗱 ，Office 嘅軟件會自動更新，確保大家用緊嘅係最新版本，唔怕幾年之後又再花錢花時間去 update 啊嘛。呢個服務最好嘅地方就係有專業技術人員幫你安裝埋套軟件，唔使你煩啊。嗱，仲會同客户現有嘅 HKT 服務帳單結合為一張帳單，遇到咩問題或者需要都係打去同一條熱線。而且仲是每日24小時 on call 添噶，有需要的話，仲會安排專人上門幫手添。怕唔識用或者想掌握多啲嘅唔同功能，仲可以參加佢哋免費 HKT Office 365入門工作坊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一個方案有八個優勢咁多，公司梗係會贏在起跑線啦。想了解更多關於呢個方案，請打商業客戶服務專線10088查詢啦。